哪位？是我啊，你的宝贝。不是说好了，我想一个人静几天吗？我都来了，你好意思让我在外面等着呀？不是说好了过两天再见吗？你怎么就不听呢？我老公。发生了这么多事，你怎么了？对不起，我可能有点累了。啊！公司说看中一块地，要我明天去看看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你别去了，让人看见不好。在家等着我吧。别害怕，刚才可能是猫弄的。
就在这儿吗？嗯，就是这儿啊。什么意思？我们要在墓地盖房子吗？对啊，老板说这里风景宜人，然后盖好房子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这将来谁能住这儿啊？还不把人给吓死？老板打算花大价钱把这坟都迁走。那人住这儿啊，也挺吓唬人的。怎么那么多废话啊？小可，天快黑了，赶紧拍照，该干嘛干嘛去吧，走吧。啊，走。您看见一个长头发、穿白衣服的女孩了吗？我在这儿好长时间了，没看见过人。啊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来给我一个朋友烧纸的。哦。嗯，这墓碑怎么没名字？谁啊？你不认识。玛丽那边我已经烧过了。哦，谢谢。我方便在你家住几天吗？玛丽已经不在了，不太方便。难道玛丽刚死，你就有了新欢？你想哪儿去了？想我了啊？有件事想跟你说一声。嗯，说。有个朋友今天刚从外地回来，要住家里。哦，为什么？他每次来都住家里，我已经答应了。那就住呗。可是还有个事，
还有什么事啊？你怎么这么多事啊？他认识玛丽，要是让他看见我们在一起，不太好。你的意思，就是让我回避一下呗？是的。好吧。你想住哪个房间？玛丽的相片怎么都不见了？啊？什么相片？玛丽放在这儿的相片都不见了。我还住原来那个房间。某男子在天堂公墓偶遇前女友，两人和好如初。一个月后，女友离奇失踪，后经证实，女友已于两年前死亡。网友评论，这可能是一起灵异事件。你吓死我了！对不起，给你咖啡。谢谢。我穿了玛丽的衣服，还挺合身的。
玛丽，玛丽。罗燕，是你在叫我吗？嗯，怎么了？嗯，没什么。我的衣服掉水里了，麻烦你帮我去拿一件浴袍。好，哦，我不知道平时浴袍放在哪儿，我得先找一下。放在卧室衣柜最上面那个抽屉里。哦，罗燕，喂，你的朋友来了吗？哦，来了。那就是几天啊？嗯，没提，我也没好问。你那边什么声音啊？啊？哦，没什么声音。什么声音？好像是电吹风的声音吧。哦，是，朋友刚洗完澡，在吹电吹风。哦，好吧。罗燕，你干嘛呀？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你怕什么？不是早就说好了吗？玛丽不要你，就归我了。现在玛丽已经不在了，我可是来领人的。别乱开玩笑好不好？怎么了？你觉得我哪里长得不如玛丽吗？够了，我现在请你马上回到你的房间去，不然我真的生气了。还算你对得起玛丽，那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杀玛丽？说什么呢？我杀玛丽？玛丽的死是一场意外，好吗？玛丽托梦给我，说她是被害的。不可能。那天海边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没有第三者。盖红，盖红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就知道你有事，果然不出我所料。你别误会。啊！
丹红。丹红，丹红，丹红，怎么了？到底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刚才那个女人已经死了。谁啊？罗烨吗？怎么可能呢？是死了，是死了。5月12号那天，老徐喝了一点酒，他有点兴奋，说是要带我去大屿山兜风。你们怎么可以撞了人不报警？都是老徐的主意。你可以反对啊。我害怕。还是想回家去看一看，我不想你一直这样。也许罗燕有个孪生姐妹呢。不行，你不能回去。盖红，最近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，我必须要弄清楚。罗燕，等等我！
罗燕，罗燕，玛丽的化妆品不见了，你的东西都不见了，我们还是走吧。我不想走。为什么？如果真的有鬼，我们到哪儿都跑不掉。在这起码是自己家，熟悉。我想让你陪我一起去洗澡，我害怕。不行，我的设计方案明天就要交稿了。你去洗吧，没事，别怕，门窗都关紧了。小柯，
盖红，我在这儿。没事吧？怎么突然停电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电闸坏了。没事，别着急，我去给物业打电话。蜡烛你先拿着。你快点回来。啊。盖红，盖红，盖红，你醒醒！看见什么了？我看见，我看见罗燕了。罗燕跟被撞死的时候一模一样。我不要看见这儿，我不要看见这儿，带我走，带我走。玛丽一定知道我们的关系。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？如果没有鬼，
那刚才的事怎么解释啊？我明明把所有的窗户和门都关上了，他们是怎么进来的？是玛丽，玛丽的鬼魂，她给罗爷开的门，是鬼在帮鬼来害我们。你好，你好，请问这是罗燕的小姨家吗？是，你是谁呀？找她干什么呀？哦，我是她好朋友玛丽的爱人。玛丽，罗燕失踪了，我们家报警了。哦，我想问一下，罗燕有什么兄弟姐妹吗？没有，罗燕是独生女。怎么了？你问这干什么呀？玛丽，我知道我很对不起你。这段时间，我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对你的愧疚中。在你溺水的时候，我没能救你，我后悔不已。我也没想到你就这么离开我了，背着你跟我初恋的女友苟且偷欢，让我无颜面对你，该红的不幸福，我心里很难受。我原本只是想抚平一下她受伤的心情，没想到越陷越深。对不起，我们没有害你的心，玛丽。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灵魂的话，你就放过我们吧。我知道这样对你很不公平。真的恨我们，你就放过盖红吧。他是有错，但你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求你放过他。你把所有的恨全撒在我身上，好吗？喂，你在哪儿啊？老公，我在看房子呢。看房子？看什么房子？我就是想换个房子，你要不要过来啊？啊，我不过去了，我有点累。你把视频打开，让你看一下。等一下啊。
喂。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你好，你看到我一起来的那个朋友去哪儿了吗？他去看房子去了。哪个房子？那边有地址。上天把生命只能给我们两个其中一个人，你会怎么选择？我会毫不犹豫地把生命留给萧克。萧克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我问你，你会怎么选择？是罗烨，不管你是人还是鬼，我求你放过盖红吧，别再折磨我们了。
死到临头了，这种鬼片救不了你。别跟他废话。你是谁？
想起来了吗？是盖红撞死了罗燕，再后来我遇到了死里逃生的玛丽，告诉她罗燕被害，也告诉她你居然跟那个凶手苟且偷欢。一开始谋害死了玛丽，这件事本来跟你没有直接关系，所以你们必须死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你们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玛丽，动手。你还活着？想让我死，没这么容易。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吗？我现在就告诉你，你是我杀的，不过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，是我一个人干的。盖红，你太疯狂了，为什么？小柯，你知道吗？自从那次在酒会上见到你，我就从你的眼神里看到你对我的怨恨，但却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心里却很兴奋，因为我知道你还爱着我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决定也可以为你付出一切，为了你我还杀了他，是我制造了一场意外的车祸。你说你老
老公是你杀的？是我杀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配做我老公的只有你一个。为了和你在一起，我可以铲除一切障碍。既然已经杀了三个，也不多这一个。何止是多一个，你连猫都不放过。盖红，放过玛丽好吗？我求你了。萧克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难道你还是放不下这个女人吗？盖红，难道非要用这样的方式才能证明你对我的感情吗？我就是放了她，她也不会放过我的。盖红，好，既然你心意已决，那让我把话说完好吗？看在我跟他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我求你了。说吧。玛丽，我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我现在明白了，有些感情既然已经过去了，再抱着不放是个错误。正是这个错误酿成今天的苦果。不管你愿意与否，结果必须承担。玛丽，对不起。玛丽，再见。